第一步骤储备，第二步骤扫描，第三步实验自己退出。什么、啊？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那写在下面吗？也不是啊。那这个是什么鬼？对啊，这是什么鬼？他写说现场升级就送，就送你卫生纸啊，也不在这里啊。看不懂他在写什么。他就是让你看不懂，他就不你就不会拿走了啊！我也是这样吗？